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哈、哦，这一题甲乙是磁铁放在管子里面，好，那甲进磁体也进磁 ，OK， 那想到哈、哦，进磁的话就是合力为零，那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知道甲它的合力应该是零，乙的合力也是零，这样这一题我们可以轻松得分。